网络群组流传影片，年轻人组车队经过派出所，刻意回头拍一下，接着来到集合地，有开车的，有骑车的。当街上演头文字 D 甩尾，还差点与路过车辆相撞，车不好好开，两轮机车也在大马路上危险炫技。哪里来的猴子？跳狗链，危险骑车，安全帽上还喷出火焰。坏了！不好好骑车，影片中出现骑士摔车，机车刮地冒出火花。影片当中地点在泰山区的捷运公园旁，对面是一整片的建案还在施作当中，但是马路上面呢留下是一圈又一圈的磨胎痕迹。我听说过晚上都很有很多年轻人，是哦，车经过的时候就会有看到有人在练，是中壁道路，因为现在练车的地方越来越少，只能找这种安全的场地而已。现场的道路还没有开放，一早出现重机骑士来练车。经查，该路段为尚待建设之从化区，非一般道路，目前无住户居民，只开放施工人员车辆进出。本分局虽未接获报案，依照网络影片，警方锁定一辆汽车、四台机车，将通知车主到案。不仅要被开罚危险驾驶，更依照公共危险罪法办。警方提醒，还没有开放的道路别任意闯入，马路不是你的，炫技场。三立新闻，孙少祥新北报道。